爱的接力大赛。各位同学，下个月就要举行运动大会了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一项项目参加哦。啊，耶，好耶，耶，最讨厌运动会了，我一点运动细胞都没有。妮妮，我们一起参加大队接力好不好？大队接力，哦，好啊。快点下课了，我们去操场玩，快点。这次大队接力就由我担任小队长，从今天起大家要努力练习，争取最后的胜利。胜利！有我在是不可能赢的了。快点啊，加油加油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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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刺，快点加油，快点加油，快啊，快点快点加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冲啊！妮妮，下一棒就换你咯。哦哦，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跑了。加油！快点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啊！怎么了？啊！不行了，跑不动了。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妮妮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跑不动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先练习到这里，明天再继续。妮妮，你还好吗？小文，大家会不会生我的气啊？不会啦，明天继续努力就好了。我还是退出比赛好了，我不想害大家不能得冠军。不行，我们是队友，要一起参加比赛，谁也不能退出。可是我跑那么慢，会拖累大家的。别担心，大家都会帮你。啊？怎么帮？我们已经帮你报名了。超级无敌妮妮专属特训班啊！啊，那是什么？妮妮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一二，你可以的。对呀，加油！加油！妮妮，来，妮妮，快点！加油，妮妮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快点！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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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妮妮，你好棒啊！妮妮，你太厉害了啦！谢谢你们，都是大家帮我的。妮妮，明天比赛你就跑最后一棒吧。我真的可以吗？妮妮，你可以的。明天就让我们一起迎接最后胜利吧。大会报告，大会报告，请参加大队接力的同学就定位准备。我们一定会赢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
油，妮妮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妮妮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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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没有输，比赛重在过程，不在结果，你们说是不是？小光说得很对。这次在练习过程中，我看到你们彼此鼓励打气，不但赢得了彼此的友情，也赢了这场爱的接力大赛。爱的接力大赛，我们赢了，老师。是啊，老师也被你们感动了。大会结束后，老师请大家吃冰去。嗨！大家是不是都参加过大队接力呢？那是一种需要团队合作的比赛。本来对跑步没有信心的我，因为大家的鼓励和打气，才让我完成了这次不可能的任务。虽然最后并没有赢得比赛，但是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我们却得到了珍贵的友情。就像老师说的，我们是这场爱的接力大赛的冠军哦。